远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严苛的准入标准，比如必须要在英国境内有可投靠的亲属，或者有愿意为其支付生活开支的担保人。而这些条件显然不是大多数真正需要帮助的难民所能具备的。就在这篇报道刊发当天，英国首相约翰逊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，并表示自己此行是为了彰显与乌克兰人民的团结。不知道看到上述报道里那些恶心的言论后，乌克兰民众会怎么看待约翰逊，怎么看待他所说的团结。